在成都想吃花椒鸡，来这儿就对了哈。资格的清远走地鸡，十多种的珍贵食材，熬了将近10个小时，再来点海参和花椒。你看这个汤，精彩看的好悬哦！先喝汤，再吃肉，然后再下各种海鲜，就连最后的泡饭里面都加了海参和虾仁，安逸得很。